迎接2024，各党总统候选人有不同的行程。民众党柯文哲到台东迎曙光，而国民党侯友宜是出席刚刚7点在国民党党部前举行的升旗典礼。民进党赖清德则是手拿国旗，和总统蔡英文共同出席府前元旦升旗典礼。这是蔡英文总统任内最后一次元旦升旗，稍后8点半会在总统府发表元旦谈话。